三景区实行网络。我就特别像老年旅行团。抱着多少东西？我搁什么环境躺好？打40斤，我打40斤，我就打了。你打40斤，那个不躺，那个不弹簧，你80斤就弹簧的，这都五种袋子。
闹的嘛是。多辈儿的，嗯。那你去喝嘛去，喝嘛。我早去了，我爬的一半。嗯。你这人干嘛哈？断断续续。通过手机吗？通过。不用接查病。刚查我也查就二十块钱。你都管呀？都管吗？没事，我就。这人也学生。看这张镜子。啊，我就是喜欢的最高的，他实际上就这样，你所以。你要横着坐着的，跟你这路一样的，我的腿都软了。给你拍上，把脚也拍上，一二，我把你们拍上，再来个竖着的啊，别着急。大的哦，这一次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。对，针对的是我们陕西医院里面的医护工作者，外省的医护工作者。让关注以后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大家我先上会收到开小视频的，可以。问他去兵马俑。我给你发。啊，加微信。啊，加微信。你们是待会儿吗？等一下。你也是学的。来拍照留纪念了，华山论剑有刀有剑，拍古装的。吃个木蒜还是串串？啊，你也吃，想着父亲，以后再吃。我怎么都敢吃苦啊？刚才霞儿说他哪一天约我去北斗坑的，我说等到四月份再去吧。对，三月份的话去，我感觉那四月份去的时候挺热闹。累了，台上来的吧？我听说台子挺累的。哎，以前这是有都。老爸呀！
来十块钱买五个了，华山特产，华山香石挂。脸中上那一点点。会洗这份，照片配的会洗这份，我这能，我这就两，四日。给你妈去吧，去。哎呀，就像。这个，一对儿是七十八，三十九一把，三十八，然后就和那个新鲜香。爱情都是成八成的。他们不下吗？下呢，他们拍照呢，一会儿就下。两个姐姐想拍照，我们下不去。主要是我的李哥。对对对，这儿去放吧。老于来了，老于南天门了。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北都来。好吧，我说，你
一号一组。外多米才比西方，左右边西方两千零点，两千点不行啊！是哪个峰最高？就这峰最高了。照相照的话照一点，往上照马上起，看一下。这高峰最顶峰了啊！最高就是。起来，我起来。照的话，你在这照一张。先忙照相去。来了十三个花人字，我们。我是拍照的。他的腿脚根本不行，挺不住。对呀、啊。
我再看一下这个对比。车都停满了，你车都通不了电。你这个上去吗？照相给你照张，帅哥。华山网红景色万年神会给你这儿拍一张。花桥，今天就说你妈妈跟你们说的说你。那住那哪儿？住，哎，